我係由兩個家庭裏面過嚟嘅。我爸爸嘅家庭咧係一個好大嘅家族，佢有十兄弟姊妹。爺爺唔喺度啦，嫲嫲仲喺度。我哋每一次食飯咧都要 book 3位，因為大家咧都已經結咗婚啦，有咗小朋友啦，我有好多好多個表弟表妹。不過咧，我哋最深刻嘅咧就係我嘅堂哥啦。我哋咧好細個咧就一齊玩嘅。我爺爺咧係好中意打牌嘅，所以咧我哋喺呢度咧就學識咗打牌啦、牌九啦。因為係爺爺咧教我哋玩啊 pair 牌啊嗰啲，為著咧就要陪佢啦。我爺咧好錫我哋嘅，咁我又好中意食煙喎，咁我好驚佢嘅，因為我怕聞到佢陣味嘅。咁但係咧，呢一家人裏邊咧，我爸爸係排第三嘅，佢咧就要負責揾錢啦，同我姑媽同埋我伯伯要揾錢養呢一班細佬妹，佢哋個個都讀書好叻好叻，但係咧佢哋又好安靜嘅喎。佢哋咧唔好乜點出聲噶，我哋咧喺阿嫲嗰度咧，咁咧佢哋就會好安靜咁啊做自己嘢，個個都係好安靜，非常之安靜。其實我咧都有啲似佢哋嘅原來，因為我都好中意安靜，又唔好中意出聲啊，同埋咧講嘢。我媽媽嗰邊咧都唔細嘅家族。咁連埋我媽媽咧，佢哋有5兄弟姊妹，我媽媽係最大嘅，佢就係湊細佬啦。我啲舅父好勁嘅，喺條村嗰度咧，佢哋個名咧就叫做權星光輝，下一句咧就叫做興個辣雞，咁咧就出曬名咧，條村度咧就好曳啦，哈哈霸霸，有咩都哈哈霸霸嘅。我估佢哋保護自己，咁所以啲四兄弟咧，都好出名噶啦。我舅父佢哋咧，好細個嘅時候咧，已經帶我哋周圍去，呢度去嗰度去，佢哋個個都識揸車，佢哋個個都好恩皮。我最記得咧，我大舅父咧有個叫做神龍擺尾嘅車，呢個係個大貨櫃，超大嘅貨櫃。我哋去邊度玩咧，就成家人咧就坐喺佢個貨櫃裏邊。當佢咧要轉彎啊嘅時候咧，我哋嗰個貨櫃度咧就會撞來撞去啦，同埋咧黑掹掹咧，我哋覺得好刺激。但係偶然咧，我哋去下地方咧，就要喺啲山頭嗰度落車喎，因為咧就遇到警察，咁佢就有 block 啦，要落車啦咁，我哋成日會遇到啲事，佢哋好開心。我哋咧成日都啲幾兄弟咧，成日都會約出嚟玩啊。生日嘅時候咧，就一定會玩一個項目，就係訂蛋糕。佢哋買嘅咧都唔係有生果嘅蛋糕，全部都係淨 cream。咁咧越多 cream 就越好，所以係好開心。有好多好多回憶啊！去燒嘢食啊，踩單車啊，全部嘢咧都係同我啲舅父發生嘅。但係佢哋咧都係成日都會有嗌交，又會反台，又會打交，過時過節又會打交，我哋又會好嘈。去到過時過節嘅時候咧，又會中意喜慶啦、打牌啦，我哋會開曬門咁樣啦。嗰啲街坊咧就會過嚟我哋四嫂，我婆叫四嫂嗰度咧，就去賭錢，非常非常之熱鬧，係成條村裏邊咧我諗係令到最嘈啊！賭錢就去我哋屋企啦，過時過節嘅時候就咁樣啦。有一個好重要嘅女人咧，就係幫我起名嘅，佢就係我舅母。佢咧係一個肥嘟嘟嘅女人，不過咧佢都係我咧最想學習嘅一個女人，因為無論佢對待我舅父啦，對待佢啲仔啦，成個屋企咧佢打理得非常之好，識好識湊仔啦，又識得做家頭細務啦，煮餸好好食啦。我的名字都是他改的，我的名字叫欣琪啦，
佢會話喺一個綠草如茵嘅草地上面咧，有個少女祈禱，所以個名都係佢改噶。我哥哥咧，好中意去旅行，去好遠，去好多嘅旅行。佢唔結婚到，佢都係我 support 嘅 ，support 我嘅，但係我同佢而家好少傾偈，因為佢好忙去旅行，我又好忙，同埋有咗家庭之後咧，我諗佢就同我嘅生活爭好遠好遠。但係佢好中意去旅行，帶好多好多唔同唔同地方出現唔同嘅嘢，去俾我認識啦。佢而家咧主力咧就係幫我手咩咧？我成日會話阿哥，我想去露營啊！咁咧佢又會安排露營俾我啲小朋友啦，帶我去露營啦。我哥會成日覺得我咧乜鬼都唔識做嘅，啲嘢又唔得，嗰樣唔得。我哥咧又識煮飯啦，好似我爸爸咁。唔識煮飯，又識去玩啦，又識做嘢啦，讀書又好啦，咁佢又會幫下我喺我好弱嘅地方嘅時候，我唔識煮餸嘅，但我問下佢嘅。我爸爸咧喺我心目中咧，佢係好叻嘅，佢係廚師嚟嘅，佢煮好多嘢食俾我哋食嘅。最重要一樣嘢咧，就係我覺得佢好敬業樂業。佢好中意佢嘅工作啦，亦都咧帶俾佢身邊嘅同事啊，同埋個工作機構咧，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快樂喺裏邊。佢會將佢自己嘅才能咧，唔係只一份工咁簡單咯。佢真係會用佢自己嘅才能，令到成個好悶嘅工作可能都變得好有生氣。我爸爸有好多座右銘咧，係我到今天咧，我都仍然會記住。又話唔好為五斗米折腰啊！做人要有骨氣啊！得人恩過千年記啊！不過咧，我以前成日同佢嗌交，成日同佢嗌交嘅。因為佢好嚴啊對我，咁我又好鬼反叛。不過我爸爸喺我成日同我嗌交鬧交嘅時候咧，我有時都會問點解你？不可以想遠一點啊，你為什麼你有這麼有才華，為什麼你不做大一點，你又喜歡做生意。我爸爸以前呢就有人叫他去日本，但是他因為我們太小，他不捨得我們為了家，那就放棄了這個機會。我想如果他當時去了日本呢，我們整個家族的發展，家庭的發展也很不一樣。當時爸爸跟我說，佢話：阿女人窮志短啊，爸爸唔係冇理想咯，但係有多時我哋實際上真係做唔到咯。以前我會覺得，乜你咁冇志氣㗎？有理想啊，就梗係要去做啦，你都唔去試。咁但係去到今天咧，我就好實實在在、好實實在在咧，明白我爸爸當其時嘅心情。我諗到而家呢一刻咧。我才真正了解到他當時面對的是什麼困難，但是呢我又會這樣想，我希望可以叻過他，就可以突破到這件事咯，希望可以真的可以自己想做的事呢慢慢等候咯，應該有機會再做，不要讓他停自己的理想、自己的才華或者天給你的事，是不要就這樣 就此過一生了，應該還有辦法，應該還有出路，應該還可以有機會，只要你不要想著我就可以了。到最後呢就有兩個女兒，她們現在呢都還是很小，但是他們已經有他們自己的東西了，他們已經有他們的性格啦，有他們的喜好啦，有他們的能力啦，有他們自己喜歡的東西，這個生命是屬於他們的。我不知道怎樣幫他們成長的，其實
但我唯有陪住佢哋啦。聽完各人，原來真係發現啊，其實你俾咩佢唔緊要喎。原來你只要咧陪住佢成長，同佢一齊開心咧，佢哋就會記得。佢哋記得嘅嘢咧，唔係佢有啲咩物質啊、點樣啊，原來好簡單，就係一齊食個開心飯。一起做那些開心的事，那他就要在他的生命上面呢已經是最大最大的 support。 這兩朵小花呢很 sweet sweet 地陪著我，我希望有一天呢他們都找到自己想走的路啦。我希望他們呢在不同的地方呢都可以開到這些這麼漂亮的花。多幾朵先，因為要很多最好可以所有全部的地方都可以畫到不同顏色的花，那就容許我給一些時間我去在不同的地方都畫下他們的出現，或者他們在不同的地方又會找到自己，發現更多不同的自己，我覺得很重要。自己的能力，自己的喜歡的東西，自己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，我都很希望他們可以逐一逐一找到。好了，實在太花了，都沒什麼生存空間了他們。好，就這樣了。